支持我们这个第九届的成龙湿地国际环境艺术节。We started this project together in 2010. We had no idea we would still be doing this 9 years later and continuing for the future. 其实像我们哈，在9年前哈，刚开始就是在2010年刚开始这个艺术计划的时候，我们也没有想到说这个艺术节会持续了9年，一直到现在。成龙艺术计划，一年三请永春。看关注基金会活动的计划，伊应该站在军人的角度、台湾的角度，咱来思考这个受到台湾甲外国重视的这个艺术计划，咱后一步到底是要安怎做继续行？就是去年的冬天，哈，现在刚刚春天嘛，哈，我们总共发现有超过110种以上的鸟类在这里栖息。最重要的就是我们。这个国宝级、国际级的这个黑面琵鹭呢，也在这里栖息了，超过40只以上哦，在这里被发现。另外就是，我们也发现说有2只呢，这个黑面琵鹭呢，竟然是从韩国那边啊、经过韩国那边细放的，然后在这里也被发现。那可见呢，今天呢，我们不只是我们的艺术呢是走向国际的。我们的生态保育呢，我们的黑面琵鹭也是国际的、哦、所以是不是给我们成龙湿地一个掌声好不好？在成龙湿地啊，有咱在地，大家的用心，跟咱国际的这一个好朋友啊，哈、哦，这些好伙伴啊，因为来跟咱这一个成龙艺术村这个地方来创作，非常的不容易，已经耕耘了9年了。今年第九年，咱的主题就是叫做“做花倒转来”。啊，经过将近一个月这个创作啊，我们这些艺术家的作品啊，今天就要在各位的眼前热烈的登场了。有这个缘分跟这个机会，代表你金融馆长啊，哈，来参加今天我们这一个记者会啊，哈。那向我们全国的这个乡亲，跟大家来介绍咱涛儿成龙。国际艺术季就在这一边热烈的登场了，那在这边诚挚欢迎所有的人都能够来到我们云林，来到我们口湖，享受我们的人文风情，享受我们的在地化跟国际化的这一些作品。我们第一件作品在湿地的入口，现在刚好光线很好，我们可以拍到他的作品会出现彩虹，做一个连接，有一位